游客翕到是拢是一些山头，离庄仔头徛街附近有一挂落雪崩落来。这个月初，策马特则因为落大雪封路，一万三千个游客受困在山中的庄仔头。阿尔卑斯山旅游单位在官方提醒，到策马特的旅客，上好先住在其他的大城市，一直到情形较好了后，才来山顶。